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秒懂摄影，今天向大家介绍摄影的数拍神器 L 板。L 板是一块多功能的块状板，因其像大写英文字母 L 的外形，得名 L 型块状板，简称 L 板，又叫数拍板。它让相机束装上脚架的过程变得简单高效。L 板有两大作用：横竖拍、快速安装和改良手感。L 板的底部均设计成快装卡口，通常是阿卡规格，兼容平面摄影师常用的阿卡云台脚架。使用时无需安装快装板，即可装上云台，横竖构图方便。同时呢，避免了因云台本身的快装板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容易丢失、忘带导致的拍摄失误。非专业的相机通常都比较小巧，相机的底部空间有限，在拍摄中小拇指会无处安放，总会让你有种握不稳的感觉。L 板能增加底部的空间，既能保护相机底部不被磨损，更能改善手感。高端的 L 板还会提供符合人体工学的手柄，来改善相机的握持感。怎么选择 L 板？很简单，品质、设计、功能、颜值。材质上，金属的要比塑料的好，材质强度要高，不能变形。在做工上， L 板与相机的贴合度越高越好，但注意不要磨损到相机。设计上要不挡相机的接口和不妨碍操作，这方面要做得不好，对外接设备、换电池、调整相机参数就会带来不便。功能上当然是越丰富越好，比如中心线标尺、扩展接口、伸缩调节、内藏工具都能加分。还有就是颜值，颜值的作用相信不说你也会懂，喜欢就好，喜欢就是生产力。好了，关于 L 板的知识就先聊到这里，学摄影认器材，就看秒懂摄影，我们下期见。